台湾媒体报道，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二日出席第41届日本电影金像奖颁奖礼，身穿白色礼服，选机是大露美背。她入围最佳女主角奖项，并和吉田由里子、长泽雅美、土屋太凤、苍井优等人一起走红毯。众女星排成一排往前走，颜值气势都是近年来最高。不过红毯宽度有限，走着走着，她发现苍井优快被挤到红毯外，便伸手搂对方往中间走。自己则是独自站后面继续走。尽管是短短数秒钟，新垣结衣的贴心举动仍被大批网友发现，视频立刻在网上疯传，大家称赞女神难怪会被这么多人喜欢，好温柔，看了好感动。她和苍井优在恋爱回旋也有合作，在颁奖礼过程中也有说有笑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